过年嘅时候想食牛肉火锅咧，又唔一定要去潮州汕头，喺屋企一样可以随时食到正到爆嘅潮汕牛肉火锅。喂，我未见过咁大个牛筋啊，牛筋丸。哇，真系唔使去潮州啊！潮汕牛肉火锅好食咧，关键就系牛肉靓。今日就试一试潮州寄过嚟嘅牛肉火锅套餐，百几蚊个套餐咧，几个好食嘅部位都有齐晒，配料表咧就好干净，净系得牛肉同埋油，冷链发火咧依然保持得好新鲜，好贴心咁嗰条沙茶酱蒜酥咧都配埋。咁样想食潮汕牛肉火锅咧，真系好方便，唔使排队又抵食。汤底用纯净水或者萝卜清汤咧就 OK。肥牛同埋胸口油咧都切得好薄，如果牛肉再切大块啲咧就更加正。咁嫩咁薄嘅牛肉灼十几秒咧就 OK。未谂到配嘅沙茶酱咧都好正宗。呢牛肉死身又香又滑又唔柴，虽然冇喺汕头食嘅牛肉咁新鲜，但牛肉味依然好浓郁。胸口油一定要切得够薄先好食，死身又爽又脆，有奶油嘅香味。越食就越想食，新鲜牛肚咧千祈唔好灼咁耐，啱啱灼熟咧就爽脆唔硬。爽脆，我觉得最正咧就系呢个会爆汁嘅牛筋丸，弹牙得嚟又好有牛味，同喺汕头食嘅牛肉丸咧都有得挥。佢牛筋又唔硬喎，好香。灼完牛肉之后，汤底就会变得好清甜。如果仲未食饱咧，一定要试试牛肉果条，灼啲靓肥牛，再加牛肉丸，一定要加蒜酥同埋芹菜粒，再淋啲牛肉汤咧就搞掂。唔中意食汤粉咧，仲可以做干捞。呢、这个牛肉果条品咧真系正到不得了，果条顺滑，汤又甜。呢、这个 moment 咧，我感觉自己好似翻咗潮州，过年食厌咗鸡鹅鸭，咪整翻个潮汕牛肉火锅转下口味。顺丰冷链发货咧，放心又快速。今日年初二咧就可以发货。嗱，有呢碗粉咧，真系唔使去潮州。我系小喵爸爸，记得准时食饭，点个赞。